嘅，你去边啊？正喎，可唔可以带埋我去啊？我哋而家咪身处喺都爹利街咯，唔使偷望答案都知道系 D 四盏。我仲知道四盏煤气路灯喺1979年被列为法定古迹添啊！到我考翻你啦，究竟呢个物件有咩作用呢？哇 ，B 得真系好有逻辑啊！冇错啦，系 C 煤气表。嚟到第三题啦 ，B 得，你准备好未？今年系煤气公司成立几多周年呢？好劲啊 ，B 得！冇错啦，系 C 161年。煤气公司系1862年成立，系香港历史最悠久嘅公用事业机构，亦都系香港最大规模嘅能源供应商之一，系咪好威水呢？我梗系知啦，不过唔知道家庭观众又知唔知咧？等等等等，冇错，系 D 18岁啊！记得我先要祝你生日快乐。虽然大家成日都说香港地小，但是要煤气管道铺匀全香港，究竟总长度要几多少公里呢？冇错啊，答案就是 D 3700公里，好犀利啊 ，B 得。我梗系知啦，煤气有一半嘅成分都是氢。时候净系会产生水，唔会有污染物噶，非常之环保。所以我嗰个答案系 A 洁净，减少污染。你讲起又系，平时翻到屋企的确会有阵臭剂嘅气味，所以我估答案系 D， 臭剂令人哋更容易识别，保障大家嘅安全啊嘛。嘿，我哋终于嚟到中环街市啦 ！B 得真系好受小朋友欢迎哦，不如第八题就问下大家啦。A 系27.6%， B 系17.6%， C 系2.8%， D 系煤气冇煤啊！我哋一齐估下啦。11月11日至到12日，煤气绿火焰未来实验室中环街市见啦！